大家好，我是郑建明。最近几天国内很多朋友都问我一个话题，他们很焦虑，就三峡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三峡到底什么时候垮坝。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也不是预言家，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三峡现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且三峡早晚会出事。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中共他绝不会预先通知和警告长江中下游的这些民众，进行准备疏散还有撤离，他绝对不会去帮助民众，他会像去年十二月新冠瘟疫在武汉爆发之后那样严密的捂盖子，亲王打谣，甚至派出这个专家教授进行辟谣，说大坝没事，就像去年直到一月之初他还宣传这个新冠病毒不会人传人一样，他会进行欺骗，进行隐瞒，因此民众啊不能够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这个中共，必须要自己救自己，一切都要依靠自己，自己进行防范，自己进行准备。三峡，关于三峡大坝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一个专家，一个很有良知的专家王维洛先生，他最近写的文章，还有他以前写的关于三峡工程的批评的这些文章，还有这个书。最近这个王维洛他在接受BBC 记者采访的时候，他透露出三峡的三大问题而且他也预言这个三峡大坝迟早会出事他说这个三峡大坝存在哪三大严重的这个安全问题呢？首先就是那个钢筋的焊接全部不合格，因为王维洛他之前他是中国水利部的人他是中国的这个水利工程师，还有这个生态环境科学家他非常了解的这个三峡工程上马的前后上马期间当时三峡工程上马之后，朱镕基总理他是一个比较有现代意识的领导人，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工程不能由中共国这个体制内进行自查自纠，必须请那个外国的监理公司然后就请到了一个奥地利的工程监理公司但奥地利专家进行监理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钢筋的焊接全部不合格但是在李鹏势力的包庇下，这个钢筋的焊接继续施工，而且一部分还完成了这个水泥的浇灌，结果因为已经灌了水泥的，你就无法重新进行焊接，结果就不了了之虽然这个奥地利的工程监理公司拒绝放行，
中共他还是自己给自己开了绿灯，中共他用这个国内的这个监理公司，全部批准说合格了，很讽刺，这是奥地利人认为全部不合格，中国的这个监理公司认为全部合格，第二个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是一个比这个三峡大坝扭曲变形还要危险，而且鲜为人知。那现在关于这个三峡大坝扭曲变形的卫星图片已经在网上传得很热，很多人都已经看到这个图片，卫星图片，但中共拼命在狡辩，中共一刚开始是不承认有变形，说这个是因为卫星图片拍摄的角度造成的，或者是这个空气或者光线的折射造成了一种视觉的这个错觉，但后来实在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那个变形越来越明显，他现在改口说这个这种是大坝的变形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弹性的变形，那么王维洛就对这个就揭露了这个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控弹性的变形之说，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大坝它不是一个整体的浇筑物，它是由几大块那个部分拼合而成的。是一个由数个独立的坝体拼合而成，而且这个坝底与这个岩石并没有进行这个是独立的，是靠这个重力压在那个岩石上面的，不是焊上去的，不是焊接上去的。那么随着这个100多米的那个大坝这个最高大坝的高度185米，那么这个水压，在洪水时期，就在汛期的这个水压是超过100米的，在这么巨大的水压下，它这个坝底发生位移是很正常的，是很正常的现象，当然这个位移大了，就会带来这个严重的安全隐患，就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可控范围内的弹性变形之说，因为它那个坝不是一个整体，那么比这个大坝变形更严重的这个安全隐患是什么呢？是渗漏，那个王维洛揭露的，就是当初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个船闸是由武警工程部队施工的，施工的质量很差，但是这个监理单位不敢出示红牌，就是要求重新返工，因为武警部队身后是中央军委，得罪不起，因此就这么蒙混过关了。这个渗漏，因此这个渗漏早就出现了，而且渗漏最厉害的地方正是船闸，就是当初由武警工程部队施工的那一块，王维洛指出，这个渗漏溃坝就是从渗漏开始的，这个越漏越大，最终就溃坝，因此是非常这个隐患是非常危险的。第三个隐患就是这个三峡大坝在建造过程中滥用炸药，用了多少炸药呢？用的炸药的总量总当量超过了美国在二战期间对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的当量，那么它造成了什么这个隐患呢？就造成了，因为它狂轰滥炸嘛，就把周边的山体的结构都损坏了，造成这个周边山体松动，甚至结构损坏，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滑坡、地震还有泥石流，
那么一旦发生这种滑坡地的泥石流，就很容易把这个三峡大坝给吹垮，所以非常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副作用呢，这个世界上这个工程施工技术最先进的德国，他们在建造这种大型工程的时候，或者是建造地铁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基钻进行施工的，进行掘进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破坏周边的这个地质结构，因此他这么为了三峡工程，他为了赶时间赶进度啊，为了这种面子，为了共产党的这种什么高效的面子，而违背这种客观规律，就这种蛮干，他留下的隐患是非常巨大的啊。那么三峡工程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隐患，那么中共它会不会亡羊补牢啊，会把它这个大坝给主动给拆了呢？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三峡工程已经不是李鹏一个人的工程了虽然三峡工程是李鹏力主上马的，但李鹏当时上马三峡工程是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经过中央全会的批准，而且还得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才上马的。因此这个三峡工程它已经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工程。如果你拆解了，你主动把这个三峡工程给拆掉，就等于你承认了中国共产党，你自己承认了你自己是错误的。这个中共是没有先例的，他绝对不会认错的。之前中共造成了这个文革的浩劫是文革的浩劫造成的损失，人命损失和财产损失有多大中共承认过吗？从来没有承认过，都推到了四人帮的头上那么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也是邓小平陈云力主上马的那么经过了江泽民、胡锦涛到了习近平时期这个计划生育的恶果全面的浮现，造成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口的雪崩连足球都崩溃了，因为没有青少年储备人才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未富先老。那么习近平这一伙人他难道不知道计划生育是错的吗？他为什么还在坚持？他只是做了一些调整根本就没有否定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也没有废除这个计划生育这个所谓的国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一旦否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就等于承认自己错了。那么中共是绝不会认错的一旦认错他就不是伪光正了，就会损害他的专制的利益。那么他宁可继续祸国殃民，他也不会主动认错，这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也是他这个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可以判断这个中共政权他是绝对不会主动拆解三峡大坝的但是他会偷偷摸摸的进行准备他会严密的向老百姓隐瞒三峡大坝的危情，但是自己偷偷摸摸的进行准备比如说把这个三峡大坝的发电量给降下来，把那个蓄水的水位给降下来以减少风险，比如说把这个长江中下游水利部的家属水利部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把从长江中下游的这个中央单位
水利部的单位，驻军，还有这种重要的国企，把它给转移，他会暗中做一系列的动作，一直会隐瞒到最后瞒不住了，他才会告诉老百姓，这是他的一贯做法，所以中国的老百姓，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的老百姓，你一定要自己救自己，你不要指望中共会来帮助你，中共他为了维护他这个伪光正的形象，他不管死多少老百姓，他都不会眨眼睛的。我试问大家，因为新冠瘟疫隐瞒疫情，武汉病死了20多万市民，那么中共他什么时候治过一身哀呢？没有，他还要求这个武汉人民感恩，所以你千万不能够寄希望于这一个没有人性的这个政府，你要自己救自己，怎么自己救自己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呢，你就要现在就开始准备，你就要买好这个救生衣，还有救生圈，充好气，放在这个容易在家中很容易拿得到的地方，你不要去买船，因为你买船没地方放，只能放车库，那么洪水袭来的时候，你有时间去找船吗？没有时间，你整栋楼很可能都被洪水包围了，你也不要买气垫船，洪水袭来的时候，你有时间给气垫船充气吗？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救生衣、救生圈，你要充好气，放在容易拿的地方，放在家中容易拿的地方。另外，我建议大家准备一个防水的小包，里面要收着你的这个银行卡、存折，还有房产证、户口本，以及一切能够标明你的财产和人口信息的凭证，另外准备一个比较大的防水袋，里面装着这个野外生存的基本，急救的这种装备，比如说这个头盔，压缩饼干，这个手电筒，碘酒，创口贴，还有这个包扎用的绷带，还有这个，那些能够使你生存的、维持生存的东西，矿泉水，装几瓶矿泉水，等等等等，只能靠自救，因为这个政府它是一个非常没有人性的、非常奇葩的特色政府，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只能靠自救，自救者天助。好的，谢谢大家。